咱应要讲的是对这个个45页哈经文讲起，头前有讲到发强勇的代志，咱就安尼结束。不过伫这个所在吼，加注意搁再注意一下哈。即讲有一天咱有迄个水准，通个立论甲立言，会记真哈。已经有迄个水准，会当立论甲立言啊，你千万唔通含经违背安尼。但是你立论含经违背，即等于就叫谤经甲谤佛以及谤法咯。安了解吼，所以咱经佛就甲咱一定要有依据。除非你就是一个圣人啊，圣人你立论，哈、哦，你当然真自然，你话家己讲，唔免引经。可是你讲出来含经并未出入。但是今仔日啊，佫是阿未圣人的进程，咱有政治政见啊，要立无论，啊佮立意见吼，一定含经袂使出入的。那是出入谤法、谤经、甲非法、非法安尼。我即马简单甲恁比如一个例，比如讲，咱有整理这本撇义，这本撇义内底里呢有注重这个净土十二论的第七义，啊刻出来，啊加什么会呢？加这个个加这个道场吼，整理的这往生安乐集，啊加这个徛宅，伊整理一本叫做净土论。今来的这三本哦，列在大藏经来的人，但是这三本论吼、哦，含这个个经，就是含弥勒菩萨上生到是多天经哦，上界无到90%的错误，90%、哦。所以你想看嘛，这真罪恶啊！你敢了解无？净土十二论吼、哦，第七义啊，照讲这个净土十二论，伊是写地下大师写的啦。但是地价大师吼、哦，无遐讲，注意一点哈。因为地价大师要往生的时阵呢，伊注重伊的物件，伊个人的物件一半供养弥勒菩萨，那么另外一半呢，供养伊死来所有出家人安尼。不再来，地价大师伫高僧团内底，伊甲伊两个弟子，即马拢往生到处旅行。所以由这点看起来呢，地价大师绝对未去讲到含经有出入的这个论。比如讲，这本《日乐经》整个十二论有讲到啥呢？讲到无著甲世亲因小弟啊，迄、那个四主角往生伫外院，啊含天女结婚，迄根本胡说八道。求生内院绝对未去走伫外院去，这点爱注意哈，绝对未走伫外。尤其是内院甲外院一道墙，62由顺隔起来。内院唔知外院的情形，啊外院唔知内院的情形。尤其是两位的众生，外院出世的是爸母出世，出世起来都像咱家的五岁囡啊，在大汉啊较成长。但是内院出世的，而且众生是莲花化身的，起来就4由顺啊。安尼出入有够济济，所以伊这是叫啥？我刚甲伊讲，伊这是就是有那一个诽谤大乘。哦，这三个哦，这道上吼、哦，往生安乐集啊，这里是净莲宗的祖师哦，写得也真错哦。但相信恁去等去看哈，遐拜就一部分底下，所以千万会记真哈。将来你要立论吼，含佛陀的经教，那是出入或者啥一个大罪恶，等于谤经非法。爱注意一点，会误导众生、害众生。所以，这个尤其是这后代法师吼，伊无去研究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到是道天经，是根据这个净土十二论，就安尼直直讲，讲什么师主各地外因含仙女结婚安怎样？南部较早一个法师道，10几年前就安尼直直讲啊，啊，即马唔知有去看经典有无？唔知有搁再去讲有无？因为10几年前我还未出家的时候，摕到伊的录音带，伊就去讲起啊，讲什么师主教去调治外院，啊，迄个个含天女结婚，所以世亲去呢，较慢当啊，甲武德讲，但是伊遐话是根据十二论的第七义讲的。都是海族的众生、哦、所以注意我现在跟你们提醒一下，你要研究、哦、
经含论那是有出入，你千万唔通信论，一定要相信经，因为经是佛陀讲的，论是只后边才人讲的。所以这个上印顺德书哈，该讲这个论，这个净土十二论哈，讲殊主角调治外因这个问题是有心人为做安尼。印顺德书就甲讲安尼，是有心的人因为伊偏向西方，调讲制造这个问题好唔对安尼。所以这印顺德书在那个先父之道里面他就这样跟他讲出来，哦，雕工为作的，因为我有跟他们讲过，武德世亲他一个弟，他一个小弟叫做威廉，威廉底波沙十七岁啊，几岁就叫独传家世了，哦，那么这个根据对来就是根据最近佛光山出版一本册来底下，那么搁再了解吼，会记着，那是有介些讲，听个感觉疑问吼，恁会使打电话问一下，还是讲讨资料嘛，不要紧啊。讨资料，咱会甲咱看，譬如讲，有一个女将，顶有来无？伊要讨一本六九报，顶有来无？顶回我有看着六九报，你要打这六九报，这女将顶来睇下。以前嘛，咱讲因为别位回向文有牵连到这六九部的问题，伊计讲咱家出来，我讲咱家无出，啊无出呢，即马伊特别了解这六九部，所以咱即马从自从这楞严经内底伊内底所写六九部的见部，目睭作业的，你耳作业、嘴作业、心思畜身躯作业安尼，啊产生六种的地觉修部情形。哦，即卖即个女将是伊有怀疑啊，伊无了解六九部是啥物货，所以咱来看资料互伊。尤其是最近咱北部后人敲电话来南部，来咱的主教师林，要讨啥物资料？伊讲师父讲到即个各代庙上来出世做武将，法华林来出世做世亲，皆敢有资料通去考证。当然咱有资料，咱袂使妄言之。所以你若种感觉对即个问题有怀疑吼？您可以卡电话，咱资料会款给咱。咱知影吼，因为我担做担未起哈。这个话伊那是有出入，引导众生错误。这个将来我罪业真重安尼，我担未起。所以说你那是感觉啊，这个师父最近讲什么话？第二只有什么你就感觉怀疑，不要紧，你提出这个质疑哈，还是讲卡电话来爱资料，你那是讲要较详细的。资料跟你款便便给你不要紧，哦，那个武将跟写信的资料我们都有啊，哦，一定有，看起来一定有，哦，啊，就已经啊款有几分便便啦，打电话去就随个寄过啊，最近可能爸爸唔知什么人有接到，打电话讨嘛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将来要立论、要立言吼，伊就咱毕竟还佫凡夫，那么你就爱有根据。在根据你根据什么较袂哄笑，比如讲，我阁比如一个例吼，一贯道计讲什么青羊多两亿，红羊多两亿，白羊要多到十二亿，迄胡说八道的吼，人就讲你这个人欠得着。好，你来用安尼直直讲咧，就是真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这话吼，无一个出世圣人的依据啊，那是由神去开刷讲出来啊！啊，想到你要用安尼来讲，不只一点什么道统，到六祖就转落，这个什么叫庶民火体？安尼胡白讲嘞，咱就讲你这个人根本吼无去研究，因为无一个出世圣人最伟大法界中的这个佛陀讲出来话嘞，无根据啊！安尼来到底，伊本身对了，佮害真侪人对了。家己有足个问题吼，拢家己唔捌，啊，我别讲，我别传，安尼袂使进。所以咱将来佛弟子吼，你修行一定爱学到有一个正知正见，正知正见对待来对佛经来。当你若有实在修持，佮达到着这个善知识，安尼就是伫地前，而且现为的菩萨。那么大善知识呢，就是伫这个地上菩萨安尼。安尼来就有水准，你要度众生就无量，啊也袂害家己，也袂害众生，哦，安尼较会当
对这个无常正定正觉这条路直直去哩哦。那无话你立言立论，去唔对，你等到害家己，佮害众生。所以家己本身一定要有入，会当解脱家己的烦恼，甚至呢有正法的中间，佮会当度众生安尼。那无啊，害足济人，佮害家己啊，爱注意这点代志先嘞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就甲人讲，发供养的一个最古旧原本就是要度众生，啊，发起一定要健康。所以唔敢讲依义不依义，迄四条代志一定爱家己落实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佮再来呢，将来要度众生，一定爱顺十二缘起法。哦，咱有甲人讲八正道，迄、那个牵连着迄个道品，哦，四圣谛十二缘起，哦，这一定爱精通，因为这个就是佛法中的基本度众生的基本法嘛。那么将来呢，你一定爱依着波罗蜜甲十波罗蜜。哦，地前菩萨六波罗蜜来努力，地上菩萨甲十波罗蜜来努力，安尼才会当达到顶觉，顶觉才会当达到妙觉。这个顶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啦，哈，你袂使含在出入者，那是含在出入呢，本身真错误。那么有一天你若是已经成就啊，你甲随顺因缘，但随顺因缘会记住咯，唔是讲众生要安怎，你就可以安怎，唔是安尼哦。从众生这个根基都无解固着，那么你要安怎用正理引导伊哦？安尼叫做随顺因缘。唔是讲到众生的兴趣，这个烧金烧银砖，你这个佛师就来个设一个金炉在遐。好啊，众生都爱啥爱抽签，你佛师就个设一个签档。有无？真有佛师有安尼无？有呢。了解吼，袂使啊，安尼唔是随顺众生啊。啊，众生都目前爱食吧，你就讲随缘，那啥呢？先，随缘一贯在作业啊。啊，众生都因为无要修，你就讲方便就好，方便就随便咧。啊，随缘搞不得绝缘啦，安尼唔是随顺众生哦。看边那又改看用精力由浅入深改看，啊，你家己本身说到这，也无半点的根基，也无半点的法义，啊，就想到遐，讲到遐，啊，就随顺因缘，随顺众生，到尾煞面两个拢死。哦，你看嫁几个人啊？死的啊！你因为你无法通去讲嫁，哦，你都随缘呐，什么个，什么个，迄个个安怎样方便呐、啊？你无半点物件，袂当引导，也袂当解脱家己烦恼。当长期究竟家己无落实，啊，你无落实呢？你搁下嫁众生恶白嫁，到尾算免死呢？哦，所以记住哈，这个立言甲立论哈，咱目前是凡夫俗子哈。有经典好依据，咱就袂唔掉去啊！这个佛说的啊！啊，你若讲今仔日，你要讲讲到一寡儒家思想，你嘛讲住法啊，住法安怎法？哦，法安怎哈？住法啊，伫什么会？是伫大学啊，中庸啊，是伫论语啊，是伫明主任？哦，你唔都有这依据？哦，你若讲啊，到这经内底，到老子都讲安怎？你嘛总是会当提出老子的这个立言是安怎立出来？哦，曾子的语言是安怎样？这中国的文化，你总是有那爱加干嘛了解过？你要讲讲，甲讲好。你若讲结果，阿得注完。哦，孔子讲的是《论语》，什么为政合理安尼，就对讲的。哦啊，这个圣人讲的中国文化，来自咱中国圣人。啊，你若今日用解脱的佛法讲呢，你今日爱讲讲，讲这个个因果甲缘起这两行是佛道的肯定代志，肯定的问题。什么人我唔敢跟你讲安怎？哦。啊！你来个经典甲印咧，讲啊，这都伫金刚经讲的，伫心经讲的，伫什么经讲的？什么人敢讲你唔对？所以有时阵吼，咱家己都无够迄个水准，啊，就凊彩讲讲的咧，害啊，害家己，佮害别人，等于谤经毁教。就这三个真正谤经毁教，这三个天台下的这个净土十二，伊家写地下大书，哦，啊，这道场是连宗内底的。而且大经呢，伊嘛是含经出入，而且个徛在即动初动的时阵，即个徛在，伊嘛含经出入，安来到底害死真济人，对即个求生到处净土的信心从转移。啊，即嘛即法师是搁在有那是戆都戆，伊要来讲这问题吼，讲这净土十二论，伊个也无要看经一个安尼，安尼在多方面拢做唔对，啊。
对的个节，你要立言立论吼，爱有依据，那无吼，害己害人咯，爱注意这点哈。那咱阴暗哈，对这个当地作负责，当地哈，对这个所在，因为头前迄个所在发强用，迄个所在还佫一点啊，还袂完呐，迄个规模结晶遐吼，你家己小看一下，小看一下哈，因为迄个就是这个个由王主来加外界婆外界王主讲的哈。那么来哈，迄、那个下面这段哈，当地作佛和普光如来应见遍地，地覆国土无诸恶处，怒病衰老不惜益苦，亦无不善恶业得名，被国众生设立寿命，五欲众苦，戒色快乐，现无他化自在诸天，被诸众生顺利大乘。自有修习善根众生，皆集无彼岸。那么这段，这段就是啥呢？不得把这个现万夫人，敢那像修记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安尼。修记方面，那么咱来甲看这个解释安怎解哈？这个所在就是修果啦，安怎修果呢？因为这个就是佛果的意思。就是圣万夫人即马伫菩萨位内底，伊将来安怎样成就佛果？所以这个就依据圣万的完成佛果安尼。哈、哦，那么这个成佛的时阵咯，譬如讲每一尊佛成佛，即句话是咧讲安尼。啊，这个所在是单指圣万夫人将来成佛，但是这个成佛的时阵一定有化主，啊，甲化土、化众、甲化法。譬如讲，这个化主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国土内底主人是啥物人？迄、那个化主就是讲佛陀安尼，唔是咱即马佛陀哦，就是将来以这个个圣万夫人，伊成就佛果，迄个普光如来安尼。因为这个如来就是佛陀嘛，啊，啥物叫做佛陀？因为佛陀见如来体现，安尼所以佛陀有那称如来安尼，啊，有那称如来哦，佛陀就是如来。按了解，如来就是佛陀安尼，可以安尼讲，所以干清为佛，所以这个是个指佛性的意思哈。所以成佛时一定爱有一个，譬如讲迄个国土，迄、那个叫做化土。那么来呢，就是化众，偌济众生受到这个普光如来所度，迄、那个叫做化众。伊用什么法度众生，这个叫做化法安尼。那么现实啦哈，现实咱这个人间来讲。任何一个道场，有哪有化主？一个说法，迄、那个正知正见的说法，迄个叫做化主。那么来呢，伊的道场叫做化土，听吼？那么伊偌济人去听伊说法，迄、那个叫做化众。伊个讲什么经安尼？迄、那个叫做化法。啊，这个是有哪是人间是有哪安尼？所以有人间安尼呢，较成就未来。以个别的化主、化土、化众、甲化法，所以在圣万夫人中，诶，迄个即嘛就比伊所化的这人，等于有那就是伊未来国土中的这摩诃萨啦，等于安尼哈。伊即嘛唔就是人间内底看伊化化者，将来就是伊所有的内底摩诃萨。但是呢，唔是一定伊先成佛咯。就是伊所化的化众，有哪有可能比伊较大众成佛？因为个人的原心无同。譬如讲，伊进来点就讲，一定爱两大阿，伊就几大阿僧之间嘛。这头前有讲到啊。伊当有无量阿僧之间，较成就嘛哈。这头前讲过啊。所以这个无量阿僧之中间，有的人伊所化的弟子啊。真有可能比较早成佛，亲像这个富罗那同意思。富罗那今仔日还佫徛在这个阿罗汉地，但是伊已经度真侪成佛啦，同意思。所以今仔日，譬如讲现实的环境，我暂时徛伫遮，啊，这个就是给度化的一个说法者。那么今仔注意你去听经，这个叫做化众。那么什么人要啥成佛？不见得，不见得我快哦，不一定我较紧啊。安怎了解无？不一定自性大性先，我来不得讲。
安怎讲呢？因为我的关心甲做关心无一定相像，啊，甲努力啊嘛无一定相像。虽然我即马先结算法，可是有一些凡事你结结束，无一定啊。有时你加修方便多，啊，甲这个苦难的多较紧啊，无得讲。哦，这个就是讲无一定啦哈，无一定。所以这个圣曼夫人虽然讲伊度真济人哦，可是呢？因为伊有无量阿僧祇较要成佛啦，所以迄个伊阿未成佛的进程吼，一定有真多受伊所化的众生成就佛道啊，这个必定有啊哈，这个必定有。那么来吼，这个内容来在讲，以处事而分别的，而分别具别安尼吼，就是讲个别说明。那么这个就是讲第一先讲法主，就讲佛道。迄、那个国土的佛陀，譬如讲，今仔日咱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。哦，咱这個世界，咱的化住的是释迦牟尼佛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度无量佛啦，遍布伫整个虚空里那里。所以伫这个世界吼内底里呢，咱世尊有讲过，十方的国土一切佛。足济足济，伫这个所在生活的，因为这个所在娑婆世界吼，诶众生那是发大心起来，要生活较急速安尼，较紧。因为这个所在有六波罗蜜，有善行通好修，唔比净土。所以咱这个世界内底修一天，较赢净土修一百年。所以伫这经典我有看到，我有记录起来，唔知记录到一本吼。伊有讲伫咱这个世界生活已经。遍布十方虚空啊，所以才去成佛较紧，安尼知影吼？所以进来这个讲化主，就讲圣曼夫人当得作佛和普光如来安尼，哦，应证偏低，这个等下去讲哦。因为这个圣曼见佛的时阵咯，哈，见到佛尊的时阵，佛都是现在空中嘛，哈，啊，放迄个清净光明安尼。所以伊即由处见佛，伫迄个空中内底就见着佛，伊搁在赞叹佛德，即个就是净中成色功德的善根安尼。净中善功德善根哦，譬如讲咱今仔日吼，注意我有甲咱提醒过吼，入来到遮的时阵吼，恁拜三拜，不那赞佛一下。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。世间所有我见见，一切无有如何者，这个赞佛。这个我那会当照想安尼吼，净中成色功德成根，这个唔通无做。会记着哈，这点一定要注意。这个就是用安尼因如何咱知影者。所以成佛的时阵，未来这个释曼夫人成佛叫做普光如来嘛。哦，伊有个头前很多赞佛啦。所以如来应，如来啦，应供甲正遍地，这个是咱经济甲咱讲的这十号的三条，就是佛同合安尼。那么佛的同合，详细甲讲的是有十号，哦，迄咱甲咱解释过，说干清世尊，世尊的后边迄条嘛，就是啥呢？法界中最尊贵嘛，啊，知影吼？世尊就去讲安尼哈。所以这个来这个经典中上讲到这三项尔啦吼，所以如来梵语叫做多得阿克多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契合诸法如如而成就的意思安尼。那么这个如如，咱前日就是第三十二有跟咱讲过，这个、如如哈，就是发性离体平等不二，那么这个叫做如嘛吼。哦但是一切诸佛皆如，所以叫做如如安尼。哦，这真是有说明过啊哈。所以这个就是成就的意思，契合诸法。那么这契合诸法，诸法的思想缘起，这是第一问题。这个成为地，那么缘起本空，安尼它叫做非。哦，这句话也算搁在给咱解安尼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契合诸法，诸法缘起，那么缘起本空，所以这个就契合啥？契合虚空的体性、空性安尼，意思解释明安尼。所以这个应呢，
梵语叫做阿罗阿，就是讲阿罗汉相应为应供安尼。讲阿罗汉的本身伊有解脱，应该受着众生供养，意思应就是讲应供。所以进来都有个含有，但是阿罗汉含有杀叉、应无生、甲应供三种的意义。杀叉就讲烦恼叉啦。不过这句应供吼，这个所在是。又甲咱说明，就二生受人天供养，但是佛应该受啥？舍出世间的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以及六道的天人，啊，甲人间供养。但是伫这个佛尊的身躯供养哦，这个是最伟大、最殊胜的功德。这个在四十二章经我有甲诸位讲过啊。譬如讲呢，今仔日你若会当供养一个。你若是讲布施予一个善人，看下你布施予十个恶人；布施予一百个修五戒的人，看下你布施予一个修五戒，看下你布施一百个诶，即个善人安尼。哦，嘿，有甲咱说明过，布施予一亿的阿罗汉，不如布施予一个发大乘心的一个菩萨道的人安尼。你看我差这多，所以这个吼，这个是讲凡圣种种，就讲也当受最伟大的圣人啊，也当受到这个人天吼，啊加这个阿罗汉，这个是讲菩萨摩诃萨界种种，这是个说明安尼哈。那么这个正片地的梵语叫做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讲三菩提啦，这个叫做正觉的意思哈。正觉就讲所有的一切法，这吼。当中会当彻底了解，那么今来的是讲正片觉者，正片，哈、哦，正法遍布一切，啊，加这个是不是，什么叫做邪法、邪门法，伊当中知影，啊、哦，这个叫做正片底下。那么这个是佛尊伊的本事，来哈，第二就是讲化土安尼，化土，咱有甲咱讲个国土。伊伫对一个世界的国土，伊国土算作什么名？这个在这个《法华经》的受记品内底吼，佛陀家在地主受记，有哪有讲到伊的国土算作什么安尼？迄、那个名讲出，伊成就佛的名，那像这个圣满夫人，伊叫做普光如来嘛，哦，那么这个其他的阿罗汉受的佛界受记嘛，有讲伊佛号安尼。那么国土话多，即个讲普光佛的清净国土中是无诸恶处安尼，伊的国土内底是无迄个个啥呢？无三恶道，恶处就讲地甲恶鬼畜生。哦，啊，咱这个世界有哦，咱这个世界有哈。那么这个虽唯有人天，哦，唯有这个人啊，甲天人，在人天的中间哦，佫无迄个怒病甲衰老安尼。啊，咱这个所在有嘛，生老病死拢有嘛，烦恼痛苦拢一大堆，所以以及不适宜的苦，即个讲不顺心啦，而即个痛苦吼，因为已经无怒病到衰老啊嘛，当然伊的国土都无迄个讲无不如意的代志，即、这个、意思就是说明安尼哦，嘛无迄个为恶世界众生吼、哦，有生老病死受苦，讲伊迄个世界无生老病死受苦。所以净土众生呢是阿个有生死哦，但无衰老。净土阿个有生死，咱即马来甲讲吼，咱未来即个弥勒菩萨的即个个人间的净土吼，将来是食甲一段时间六万岁，伊就解脱安尼。所以伫即个所在物叫做死安尼，伫即个世界啊。但是将来这个世界的莲花三昧受到弥勒菩萨受记开发干了后，拢家己个别去坐伫树啊卡往生，你会当看你要去对一个国土里面。迄、那个伫这个个大乘佛经甲这个下乘经讲的，到时间到你已经吼弥勒菩萨甲你开发干了啊，你会当家己去当树啊卡坐伫往生，看你随意要去对谁在哩。那么，迄个伫这个所在，物叫做死安尼，往生他方。
所以这句话就讲净土世界还有，啊，还有这个事啦，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就讲有衰老甲疾病，哦，还有生死，但是无衰老甲疾病，所以将来富量化三昧在人，哈，在人，拢总同主相，这段中间甲伊要死亡，哈，拢总无迄个病苦，未来是安尼哈。我即卖，你若落去甲看下圣经就知影。所以幽静的身躯，就讲众生这身躯有四大和合，那么伊这个身躯的四大有粗甲有烂。哦，因为进来在前那讲错乱，第一个人的皮肤、皮肉，啊，甲体内的各种问题，哦，这个就讲错乱呢。因为是四大和合的，所以有错乱，或者讲环境甲气候，环境好歹，啊，气候好歹，啊，饮食好歹，所以咱这个世界吼，你甲讲现实的环境已经无好，大自然已经破坏去啊，哦。啊，搁在咱遮的气候受到工业污染，咱遮气候也无好啊，土质也无好，水质也无好。搁再来，咱遮饮食也无好，饮食拢总是食种生肉，所以饮食无好。甚至呢，现实工业的问题引起到这个搁食物中毒也真济啊。哦，啊，搁在气候引起到这个物质的腐化，有的人食遮中毒也有。哦，这个因为这关系，所以身躯袂解安尼如意。热也伤热，寒也伤寒，食了伤饱也袂使，食伤枵也袂使，因为气候关的影响安尼，所以有一个烦恼，情生而多欲多忧安尼。烦恼就讲无明如邪，贪嗔痴如强啦，这个叫做烦恼、哦、啊，所以变成着多欲。啊，多欲你要占有咧，必定就多忧。安怎样嘛？所以你想讲你要赚偌济钱，就真侪烦恼出来。你要占有偌济嘛，真侪烦恼。但是你要赚偌济钱，甲占有偌济，你会做真侪业。所以，迄个占有的这个钱，就是由烦恼甲业去换出来。但是业报现前了，你就多有苦。这必定，你要做一寡生意嘛，多有。到尾呢，这个业力产生出来了，你嘛多有。所以，这个世界就是啥呢？多有多苦，啊，多有。人心多欲，所以自业多苦多忧、哦、所以这个难免呢，就有一个老病痛苦所甜嘛，甜药的甜呢，所以应该知影嘛，为了金钱，为了管理，为了势力，就去自业，难免就真的多忧苦，所以有的人未见未到，就安怎样注意，未见未到是米老先衰呢，知影吼、哦，啊未老就衰米。啊，就身体得病嘛，啊，身体得病就快操劳安尼，啊，了解。啊，有的人因为假为着生活，伊就安尼努力，啊，所以有那较紧老化，做苦工较紧老化。啊，有时阵因为你多用啉酒害家己，糟蹋家己，有那较紧老化，食了过饱一个也较紧老化。哦，迄个生活变调节的人有那较紧老化，所以这种的人较多烦恼安尼，多忧多烦恼。啊，有诶，占有欲强，啊种某一个问题，一点仔代志，啊，着家己想袂开，安尼嘛是多烦恼，多烦恼诶人，所以比较较紧衰老，因为心情无好，看袂开，所以自然较紧到，哦。那么这个净土中哦，净土中是以心诶四大精妙，包括伊环境哈、哦、气候甲饮食，哦，净土伊身躯，哦。四大是比较较精妙，四大讲水的风土，啊，甲这个环境也好，气候也好，饮食也好。恁敢有在甲看这个个，弥勒菩萨大乘佛经还是下乘经？你敢有看过啊？有无？未来环境是咪真好？真好啊！你敢想讲你大便也免设便所啊？有看到无？有看到这段无？免设便所，你大便了都家己吐开开，搁家己按落啊！反正你慢慢擦屁股哈，系、哦、啊，迄个迄个上咧未来政策就遐方便，哦，即、这个讲伊环境也好，咧气候嘛，真许拢有讲到啊，啊了解吼、哦，所以进来的饮食也好咧，你要食啥有虾米货咧？未来政策是安尼，就是你去咧到天上嘛是安尼啊，哦，那么即个讲烦恼一个轻微啊，未来烦恼轻微。
哦，所以主角伊就无即个脑病的苦嘛。他未来伫即个过娑婆世界净土吼，无老甲病的艰苦啦。因大乘佛经、甲下乘经都讲着哈，所以即个衰是啥物？就讲外物的衰落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经济将富而贫乏，安尼叫做衰啦。人家讲啊，你还遐衰，哦，有无？即、这个讲安安怎衰？都一破未平，一破又起咧。即个有听着吼？一个代志未起来，又个一个代志个发生嘛，迄叫做祸不单行啊！听吼，我甲恁讲个几个代志，我简单比如一个例啦。他在高雄有一个青年吼，唔知安怎会弄断脚骨啦？啊，即马去有海军病院吼，伫做伊医疗啦，即马伊只朋友甲带动啊，带动到中学咯，伊个我都把脚都弄断骨下来，伊个在弄断脚骨安尼，我出年断啊，伊个弄断脚骨啦，安尼有衰无？哎、欸，真正衰啊！家己有一个人火烧厝，一个女将老阿婆啊，烧到规身躯啊，啊！即马来入伫即个过南口中坑呢，伊去有火烧着，毋过中间无病房呢，这三四年前个代志，我用伫迄个过走廊里呢，还伊火将佫爆发，佫甲烧死嘞。头好是烧无死，即马来到中间佮烧死嘛哈，你有看到这报道无？安尼有衰无？哎，真正衰，哈！啊！即马高雄呢？迄、那个县政府的头前遐，一台救护车，唔知救人要创啊？迄人还未死哦，来到搁台冰车，安尼有衰无？迄台救护车搁冰车，到尾第一遍无死，第二遍才死啦。哦，这真正衰得着，所以这个叫做祸不单行。但是有真侪家庭哦，有那是安尼哈，一破未平，一破又起。那么这个嘛是强业啊。因为有一个女将问我，因翁着鼻癌死，即马来因查某囝翘大腹去弄着电报条，佮因后生毋知着甚物病安尼，改成两个月啊，偌久尔，我内底都三个代志。那么再问题佮安怎样衰落啦吼？即、这个经济富有而贫乏，有人本来真济啊，但是一暗着烧去几亿、几千万，规个财产着拢破产去，佮无投保，对。佮他不但伊财产拢烧去，甚至佫后烧死因老母，后烧死因某，后烧死因甚物人诶？所以咱这个世界就是安尼，就对咱这个世界。啊，唔过有安尼嘛是一切业力啊引起诶，无哪有这代志。安了解吼？所以这个富而富有而贫患嘛吼。不过足侪人拢就是安尼哦，头啊真有哦，就是讲伊上半生哦，事业真成功哦。甲下半生落魄做去遮嘛有，台东有一个女将吼，因开女车，哦，因的事业真发展咯，开女车开木材行，搁在开什么货哦？有一天一个小妹对门口过，这女将吼有一点仔轻视啦，讲小妹，你来安尼，你甲上姐你看我好命歹命，伊就讲卖甲讲哦，伊讲即卖伊讲甲看看，伊知伊进行袂歹。后旅馆后迄个个木材行咧，啊个唔知啥物工厂安尼，四五位的投资拢真发展咯。伊讲，我甲你上哦，唔过我未使甲你讲真咧。伊讲不要紧，做你讲。伊讲唔好啦，伊讲做你讲安尼。到尾这小妹甲讲哦，你对几年去恁人会死，你后来会做乞食婆安尼。哦，这女将拢变面咧。用你叫我实在讲，啊！你要搁甲变面，啊！无你甲看，我先甲你讲，互你看。啊！这个准海物件收得很离开。经过照迄年搞呢，以前的银行死，木材行火烧，你敢不知道？到尾这女将外悲惨，去共做些，去共洗衫，六十几啊，共洗衫。下半世就是安遮歹啊！所以这是因果啊。上半世伊事业在发展的中间，伊袂用收啊，袂用借口啊。下半世伊这业不现前啦，无法度不可休息。因后生也死啊，哦，后出车祸安怎样啊？啊，你算不是到尾就做去接不？因为到尾孤苦伶仃，无人家饲啊。你甲想，即马安养院遮济是甚物原因？安养院遮济老人，哦，啊，迄孤单老人即马有一要几百万人个呢。啊，伫安养院内底，甲伫迄个病院，无人计甲顾迄种老人啊。照前日华西个报，三四年前个报是二十八万人，哦，啊，这是什么观念？咱想看卖。所以人得利的时阵哦，一定爱想讲，我若失利要安怎样？啊，考虑啊，
有的人是上半世真光彩，下半世真衰微啊。有的人是上半世是安尼酷酷现，但下半世吼，人伊这个福报交真好啊。所以这个问题讲啥？有阵经济将会是变化，所以有的时阵爱想着讲，我若办一个无要安怎呢？恁敢知影？所以一定爱修福啊，爱净福啊，啊。那么这个闹就讲中心的热闹啦，就讲安尼。安尼，这个某项代志，安尼想袂开啦，安尼足艰苦，迄个意思吼。但是出国，咱即马这个所在是去讲哈，讲这个个世界的各种大千世界无同的环境吼，有的是真歹，有的真好。那么净土中是无爱别离苦，嘛无万千悔苦。唔过咱这个世界有爱别离是甚物悔呢？就讲我心爱的人含我离别。比如讲，有的人死亡嘛，啊，有的人，比如讲他乡，远离故乡，环境上不得已远离故乡，这个叫做爱别离嘛。啊，有的人是死亡啊，哦，那么万千会是甚么？就讲大家心不，本来感情不好，作歹，啊，唔过无法当离开安尼，天天去见面，迄、那个叫做万千会。咱这个国土就安尼，但是迄种业力啦哈，拢业力。所以呢，嘛无人事不息，讲净土的世界无爱别离苦，无万千悔苦，那么嘛无迄个人事不息也苦，吼、哦，这是说安尼，就讲事事不如意。但是咱这个世界吼有真侪不如意的代志哈，所以上来所讲，这个净土中无苦果，吼、哦，那么无苦果呢，就是因为迄个世界无苦因啦、啊。可以安尼讲，无苦因，因为伊迄个世界无去做恶业，所以就无迄个苦因。既然无苦因，就无迄个苦果。因为伫将来普光佛的国土中啦，伊国土内底人咯，我那无迄个不善恶业的这个道命。因迄个世界哦，普光佛的世界内底无众生会做恶业，这个是叫讲安尼啦，众生拢未做恶业，哦，所以不善恶业多，就是等于无杀生。杀道淫定也是恶业安尼，啊，咱这个所在杀道淫强烈贪嗔痴影响出来，所以有杀道淫有恶口奇奇妄言两舌，有这十恶道业，所以呢，伊迄个所在是无这个十恶道业的加行，什么叫做加行？就造业因啦，造业的因叫做加行。咱遮的众生因为恶环境，唔单讲这个是恶因，所以恶环境内底个在造恶业，这个叫做加行，安听吼？歹环境，伊家己免想讲，这个是咱个人的因，他有这个歹环境，所以伫歹环境中，佮在做恶业，这个叫做家乡。那么后期呢，就叫做受报苦安尼。后期就讲，因为你有偷情的这个作业，这个叫做家乡，到尾靠有来受着各种的这个苦报，这个叫做受报苦，就是后期安尼。好、哦，唔过呢，后期中哦受苦报啊，伊佮在做恶因安尼。哦、咱这众生是大多数是安尼啦，大多数哈，哦，那么净土的众生是依法自乐啦，因为伊兴趣的是这个佛法，哦，看经快乐，听经快乐安尼，哦，礼佛快乐，忏悔快乐，所以咱来是会当到安尼吼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差不多有那成就足济啊，因为你对我一路经经常都不修啊嘛。啊，对这个佛法叫做正修，所以你就礼佛忏悔、看经闻法，你拢当真快乐。哦，所以进来这里就是讲，这个叫破光如来世界了哈、哦。有个依法自乐，甚至呢修学精进呢，就行善不作恶安尼。哦，所以呢，连恶业的名称，哈、哦，连恶业的名称哦，净土中伊拢无安尼。就讲恶业明显，比如讲杀生啦、盗偷啦、邪淫啦、妄语啦，哦，迄、那个将来普光如来国土内底拢无这问题。啊，咱这个所在是充满嘛，但有啊，歹代志但有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有一个差别。所以这段第二段就讲化土，就讲伊个国土中的状况安尼，啊、哦，含咱这完全两回事。那么那是安尼个看见呢？虽然是无达到净土的标准啦哈，因为净土的世界含只个个这款人个个好嘛，
但是真内底人呢，啊，佮比咱这个个沙婆舍个佮较好。无净土的水准，但是比咱沙婆舍个佮较好安尼。我安怎样哈？这是说明安尼。那么第三，就讲化土中的化众，化土中的化众拢众生，以说法在众生了哈。从现在净土国土中的众生，啊、哦，这个色心拢见密啦，啊，体力拢充沛，啊，见密唔该是大苦，还是色结色唔知影啦哈，今日都无讲，啊、哦，那么咱来讲见密哈，譬如讲未来咱这个道术，诶，这个人间净，迄、那个个咱这个弥勒菩萨的人间净土哈，都有这种的水准啊。因为健美吼，咱若要讲囡仔的水吼，应该是有一点仔带着迄款稚气、稚气、幼稚、幼稚迄种含糊，吼啊身体强壮，啊未来咱这个国土拢总是同族民，啊大家拢总是正直心安尼。我感觉是安尼比较较用健美加这个个啥呢？健美安尼来个讲，啊唔过将来咱这个国土会将先有咱体力充沛哦，安怎体力充沛？因为迄个切个切个生起来吼，切个生起来哦，迄、那个切个唔免贵数的价钱，啊，迄、那个切个一粒一寸长，未来这个国土啦吼，你来看下前景啊，唔免贵数，但是食落去到地，大家拢精神十足，安尼就是体力充沛，咱未来这个国土有哪呢？你来看下，看我讲安尼对唔对？啊，迄、那个地我布落唔免。唔免你了，规日啊，都会修行起来嘛，对哈？啊，你布落了，自然天这个量就给你压水哦。啊，这个街道内底人哦，路人啊，唔免扫，因为到半暝啊，灵王就喷水，街啊路给你扫了了，这个、土呢给你扫个清气清气。有啊，你晓无？有哈？迄、那个未来国都是安尼哦，你拢无去看呢哈？你拢无去看？足少人去看迄个下神经甲这个大神附近，恁看看好。还未来咱伫迄个国土来，活了有够好诶好，啊！恁来看哈，爱水果吼，一世界虾米树啊都有水果，你要食啥拢免烦恼，啊！迄、那个是啥？会互咱食个，有哪会体力充沛？但是这个破光如来伊国土也是安尼哈。那么这个净土国土中的这个众生啦哈，色心见利甲体力充沛呢，寿命有哪长久不重要安尼？那么终究不重要，未来这个弥勒的人间净土有哪无重要的哈？有哪无重要的？了解哈？大家拢有哪食个得六万回啊，八万回，还是八万四千回啦？这中间无重要，但是有一个差别，中这个世界今仔日，咱即马这个世界未来啦哈，未来人类是到五岁就结案啦，听好无？那么未来，这个弥勒的人间世界是，愈将是五百岁才结论。我查呢，五岁到五百岁，了解吼、哦？这个差，净土甲未土的差别都差别在这，啊、哦。那么以这个所在是去讲安尼哈，迄、那个个，有那是无重要，重要就讲，食甲几岁啊就死去，迄、那个叫做重要。伊长生命看偌济，就食甲偌济，安尼意思。无重要啊，但是处三者圆满，就是化众的报体圆满，就讲带伫这个未来哈，而这个个现满夫人这个个佛陀的世界来对人咯，以所有的众生身躯，每一个众生身躯咯非常圆满，身体健康啊，啊精神充沛啊，寿命各有固定啊，哦，这是个讲安尼，彼国的众生。不得报体是圆满，这句话就讲不但啦吼，安尼较好讲，不但是报体圆满，就是受用的五欲众苦，因为迄个世界还有这个个人生嘛吼，人嘛，所以有人一定有五欲，但是这个五欲众苦呢，有那拢总是微妙快乐，所以五欲就讲色声香味触，极微妙的意思，这是个说明安尼哈，极微妙。因为遐有男女啦，所以变成都有这个，但是唔比咱家啦，唔比咱家，所以有那拢总是美妙快乐，安尼知影吼？所以就是讲啥呢？以色行诸定所述的一切啦，
一个叫做众区哈，众区。所以五欲有众区，合有者呢，有时阵咱甲看作毒蛇，啊，甲这个领袖安尼。那合佛的人爱甲安，因为执着他的作业，所以咱千万对这个五欲吼不修。咱这个环境是爱安尼哦，但是因迄个世界修不要紧，咱这个世界未使修尽，因迄个世界未使，因迄个世界修不要紧。所以咱这个世界修行的人爱注重这个色性相比强，就是五欲嘛吼。爱甲当作是独大甲领袖，就是这个金金会互咱对落，啊，互咱的心会腐化，所以这个无主义袂使。但是咱这个世界是主张严厉五欲，啊，甲消欲低重，这个环境无同，伊个所在是不要紧，咱这个世界是袂使进。安尼，这个都有差别滴咧，吼，因为贪著了个会作业，所以这个都有差别吼。来，咱即摆休息10分钟，靠去讲安尼吼，好，弥勒尊吼，好。